那你不是为什么会掉书啊？不是，不是要叫老王，就叫不到啊。你三小，那也叫了，然后我连 Discord 的密频也叫了。Discord 打电话啊。啊，好吧。Yeah. 就是那顶安全帽啦。为什么？你让他回来，戴起来变聋子啊！空山小，他完全听不到啊！世界隔绝啊！他在骑车不宜接听电。那就是偏要打给他。干锅臭妈妈，他有回啊！开锅了，他有回啊！哪里？他有回我？你组队了吗？啊？你在看什么片？是不是？我在跟你说，他有回我。之前要秒回啊，真的不想理你而已吧。组队哦，继退组啊，组啊。有些事情不能直接讲太明了，你知道的，第二。笑什么啦？问你你就回答啊，在那边笑。你要不接电话好不好，老王？他有接啊。节奏吧，游戏 boy。他有接啊，哎、欸。还是 SYD 加农炮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两只啊。先煮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只是先开而已啊，不然这边。有便当的位置啊。双姐要开。我可不可以便当啊？便当只能开一只，一只啊。那波波人呢？波波没回啊，每次都嘛不见，被台风吹走了。南部收讯不好，有这么严重吗？现在他的房产灭霸。节奏吧，游戏 boy。你在干嘛？把妹子，我来三王好了。阿 K 嘞，一脚入坑了，是不是？不让我用这个队伍。开始的画面那个金鼻子。O R G A N I 啊！我少打一个英文字啊，傻眼！怎么他不让我组？笨！怎么那么笨？我就少打一个字而已，就要我都直接用那个设定队伍那边打开就可以组了啊，都不用打指令，组队那边打开就可以打了。我坚持就是要用这个。能不能忘本啊？当初是怎么创队的？不是啊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创组队啊。那哪里错 ？O R G A N I。不用打那个啊。我打错地方啊，难怪又组不起来啊。坚持要这么打，你看。给我八七点点。看会不会。
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死运。打三网。没有错误，错误提醒啊，比如说什么指令错误之类的。有，现在都已经防呆了，你还那么呆，没办法。对啊，刚刚，哦，他刚刚有打指令错误啊，我还没有看前面啊，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那个死不能打。就说他已经防呆了。